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 Lollipop App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到新城国语力颁奖典礼，拿到了几个奖？三个奖。从阿伟这边开始介绍，拿到什么？是的，我真的非常高兴拿到就是亚洲唱跳组合。哇，是的，因为我们一直给人家是唱跳的感觉，可以拿到这个唱跳组合，对我们来讲就是肯定，我们要继续努力。威廉。然后我这里是全国最受欢迎组合，我们可以拿到这个奖，真的是实至名归，因为我们感情真的不错哦。小玉，我这边是最受欢迎歌曲《四度空间》。Yeah， 是我跟你一起创作的。对对对，唱得好。Yeah， 这个歌曲呢，不干你的事啊。我们有听，我们有唱，有听有唱，我们有唱。OK， 好了，那今天拿到三个奖，也算是 Lollipop F 破纪录了。之前呢，就拿两个是最多了。今天谢谢你们，好不好？我们的努力终于得到肯定了。那今天呢，新浪微博好像也有直播，我们呢会定期呢上传我们的照片给大家看。对对对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我们 Lollipop F， 然后就我们后面的加我们后面的名字。对，没有说搜寻有点麻烦，但是打一下我们都会出现。对，而且那会让彼此的那个英文进步。怎么拼，阿伟？Lollipop 下底线 F， 记住大写，后面写阿伟，然后你再有空的话再寻其他三个。不错不错，就是这个逻辑。阿伟终于拼对了，好棒哦！谢谢。好，那颁奖典礼结束之后呢，我们也是不能松懈啊，因为呢我们要继续更多的工作了，像是我们大概在两个月后会发出我们第二张的新专辑，那专辑名称叫做。还不知道，是真的还不知道，不是歌叫还不知道，是真的还不知道。那我们现在进入了筹备期了，一直在录音。还有呢，我们之前的努力也要即将要呈现给大家，也就是我跟阿文呢有拍电影哦。我的电影先讲啊，好，我的电影在香港即将上映了，在8月25号附近。那我的电影的名称叫做《恋下恋下恋恋下》啊，另外一部还有一部，对不对？另外一部在台湾上映，那香港应该也有吧？我记得应该叫做，不是啊，我记得有上映哦。名称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。对啊，九把刀是导演，我有拍吗？你是我拍的，是不是？谢谢小玉。那阿伟，我也是一样，是8月25号跟敖犬撞期。对，然后上的电影叫秋瑾，然后希望大家也可以多多支持。然后这半年呢，其实后半年我们除了专辑的部分，大家都要去拍戏，所以下半年其实非常的辛苦。对，那也希望可以呈现，就是除了唱片之外呢，更多的戏剧作品给大家欣赏。全方位的发展就是我们的发展。想知道我们在干嘛？就是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。